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幼稚鬼，不好意思，我为什么走在你们后面？丹妮受不了了，走开。呀！怎么了？啊，那个小龙拿了一个木头戳我们屁股。这跤摔得比较重，比较重，磕了一下。啊！这更急了，我跟你说。高原上不要跑，跑缺氧。今天不治你不行。跑得缺氧了，自己累的不行了，已经跑不动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不行，真的不行，头晕了。他在干嘛呀？他摔了。你快去安慰一下顺，快点。你刚刚是不是摔倒了？看这个，看这个啊，不是、啊，不是，找到东西了。啥呀？青蛙。小青蛙。哦，他哦，这么小啊。Dragon。Yes, Ren. Give you something. 你怎么找到的？就在地上摔倒的时候看到的。哦，好好听哦。嗯。我去放下衣服，要不要帮你放？好多好看的画画。跑走了那么多，还感觉有一点喘。对。送给你。送给你。哎呀，这么好。擦擦这边。好甜哦，看文君开心，好开心哦。哇、哦，帅呀、啊！这个漂亮的小花，你看。你看多贵，发型太可爱。再一个给你。哦，不要不要不要。不要这个适合你，哎，好香哎，这花。老板，是不是有可以玩的活动呀？我们分成三组啊，划船的一波，钓鱼的一波，捡松茸的一波，全部来抽签啊。猪来了。哦，他不会拱我们的吃的。我们现在要去采松茸。等一下，你们要把大鱼钓回来啊。可以。啊，是不是那皮筏艇？呼呼 ，Let's go！ 打伞，打伞有趣，打伞有趣。这怎么出去呢？我们先看小龙怎么滑的，好像还不错的样子。我上去试试看。好。你一个人？啊。啊。啊、你怎么拐弯呢？你要往前滑呀、啊！一、二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还挺好玩的。我可以站起来吗？你站。预感到要扑尿。我感觉要下水，我也觉得是。站。我要怎么站啊？啊！哦呢。站。你也站啊！你先站，看谁先站啊！好，他没动。小龙就爱玩儿。你站不起来 ，You can't stand up。飘，重心不稳。啊！速度好快呀！站不起来，你站不起来，你站不起来。
You can't stand up. 好安静啊，好安静啊！你看，我就说钓鱼多舒服，往那一坐，都没有鱼。对，都没有鱼。Hello。哎呀。Hello。Hello。你们钓到鱼吗？没有，很惨。钓不到。啊？你要过来看看吗？那个鱼竿。这个最远可以甩到多远？看技术，我技术不好，又甩不远。我想甩一下。好呀。我们去采蘑菇。采的怎么样？采到了松茸。哇。这个来，你在那个文俊，你来这边点啊。好，这怎么弄？你先拿着，拿上面。不要拿下面，拿下面被吃到。哇，它有四个。洋洋，默默的退，往后退。手不要被勾到。